我跟你们说啊，一定要给你家猫试试这款游戏。正常你拿出来是猫都会玩，你根本不用教。你看可爱多，哎，一抓一个准。大咪它就有点笨了啊，你看，哎，它试图用嘴咬失败以后，哎，人家也学会了，用小手这么一滑抓住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咪啊，哎，小咪的操作就很迷呀、啊。哎哎，我不知道他搁那干啥呢。我猜他哦，是把他当成五 D 游戏了。你看，那小爪还伸过来，还得上后面来找找来。你看他那小脑袋瓜，哎，还是一门用手在后面抓，干抓他也抓不着。哎，拿钱回来了。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，我一看啊，立着不会玩，我就给他放平了。放平以后啊，你看人家开挂了。你瞅瞅啊，三连了吧，以至于现在啊、哦、看都不用看，直接就抓。哎，瞅都不瞅就是抓。